山哥，怎么样，灵芝仙草拿到了吗？警报太多，没拿到，趁他们没发现，我们快走吧。哎，那刘海怎么办？哎呀，别管他了，可能他们是有关系的，不会对他怎么样的。走了，啊，走。哦，娟儿，哎，爹，您快去圣德观看看吧。刘海哥去偷灵芝仙草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啊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个傻小子，他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他那还不是为了救人呢？哎呀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啊。戴琴，他们已经把那小子带走了，我们要不要现在进去把九梅带出来？啊，先不用，我刚才进去看了九梅的气息，她吃了药，应该能挺过今天晚上。再说那个人是因为九梅才被抓起来的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，好像有点不太仁义。万一他真的能把灵芝带回来，还是对九梅有好处的。刘海，你为何要擅自闯入本关偷取灵芝仙草？一峰道长，我的一位朋友被八步蛇咬伤了，我叔叔说只有您的灵芝仙草可以救治，我是来求药的。既然是求药，为何又要偷盗呢？我小师父说您云游去了，不肯给我灵芝仙草，我为了救人只好出此下策。我问你，你和什么人一同前来？没有啊，就我一个人。师父，弟子刚才看到明明有黑烟飞出，估计那妖怪就是他带来的，如果没有高人相助，他如何过得了天罡阵？天罡阵？什么天罡阵？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天罡阵。师父，杜老爹求见。快请。是。老爹，请。哎。谁叫你小子偷仙草的？你别的没学会，怎么学会这些了？还不赶紧向道长赔罪？道长，灵芝仙草没被这小子弄坏吧？啊，还好发现的及时。灵芝仙草完好无损，幸亏你没弄坏灵芝仙草，否则你就是有八个脑袋，你也赔不起这千年的灵芝仙草。老爹，老爹也不必生气，刘海也是救人心切嘛。还不赶紧向道长赔罪，快快跪下，道长大人有大量，已经原谅你了。道长，这件事都是我不好，你怎么罚我都可以，只希望你能给我一片灵芝仙草救人性命。我问你，被蛇咬伤的是你的至亲好友？不是，这孩子在山上砍柴遇到的一个陌生人。陌生人？是啊。刘海，你能为一个陌生人不惜自己的生命闯入本关盗取灵芝仙草，你可知道闯入本关的天罡阵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去的？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知道一个人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，而且我也知道了救人的办法，我就只好试试了。你善良孝顺的品德我早有耳闻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。道长，您愿意给我一片灵芝仙草吗？师父，千年灵芝是我们的镇关之宝啊。看来也是这只千年灵芝的姻缘。你要知道，是非对错往往就在一念之间，即便是好心也可能犯下大错，以后行事
要三思而后行。道长教诲，刘海一定谨记在心。你起来吧，贫道今天就成全你。多谢道长。多谢道长，刘海甘愿受罚，以后自愿为善德观砍柴送水。果儿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老爹，最近德山并不太平，回去叮嘱村民进出要多加小心。我再给你带上两道灵符，以作防身之用。有道长在，降妖除魔，保一方平安，是本道观之本分。那我们就告辞了。救人要紧，你们赶紧下山去吧。多谢道长。嗯。杜老爹，他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真不愧是千年灵芝啊！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瞧这两天把你给紧张了。杜鹃，这两天真是辛苦你跟杜老爹了。反正现在这位姑娘也没事了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杜老爹，我送你们。大娘，我们走了啊。好。三姐，你们来了。大姐知道那小子把灵芝取回来了，就先回去了。既然九妹现在没什么事，我也先回洞里了。嗯，先走了。怎么样，金公子，这个千年灵芝仙草还是被人家给取走了吧？哼，要不是我帮他开路的话，那个傻小子在善德观里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切，我早就说过刘海是个好人吧。既然九妹没事了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喂，走不走啊？还赖这儿干嘛？谁赖在这儿？我是怕九妹睡不惯他们家的破床。你不走我走。碎碎的干什么呢？会不会伤害九妹？站住！这么晚了，私闯民宅，看来不是善类啊！你是什么人？给我滚开！哼，我是什么人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这里的门神。门神？我管你什么门神，我要你的命。老爷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小的劫持的时候有人从中作梗。是黑风的人还是魏崇新的人？天太黑没看清楚，
好像会点法术，小的打不过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不过你一定要盯紧那个姑娘，但是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难道是那姑娘身边的人？你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在我家呢。我在你家干嘛？我要回去。哎，你现在还不能走。我再不回去的话，我姐姐又该着急了。没事吧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你现在不能乱动的。你之前被八步蛇咬伤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家住哪儿。所以我就带你到我家来了，等你再好一点，我就把你给送回去。两天没吃东西，一定很饿了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吧。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其他东西还吃不了，这是我娘特地为你做的，尝一尝。这是什么啊？擂茶你没喝过吗？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很好喝的，你尝一尝。怎么样？真的很好喝。我没骗你吧？回头我到山上再采点药给你补补身子，这样你会好得快一些。哦，对了，你以后自己一个人上山要小心点，一个女孩子家上山太危险了。那这次你救了我，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？啊？又要谢我？你可千万别谢我啊！别说要嫁给我什么的，让别人听见我可说不清楚。其实我救你，就是看你有危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让你感谢我。以前我戏弄你，你不生我气吧？那有什么可生气的？就算我生气，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深山里啊。你和我姐姐们说的不一样。你姐姐们认识我？不是，我姐姐说外面有好多坏人，可是你不一样啊。啊，那是你姐姐怕你被人欺负了。其实天底下还是好人多的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现在醒了，我得去跟杜老爹说一声。你昏迷的时候，他可是整整守了你一天呢，我得去谢谢他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
回头再给你一个小惊喜。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你先别问了。里边情况怎么样？那个女的已经醒了。很好，盯着她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我现在神功未成，暂且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老爹。哦，姚海来了。哎，那姑娘醒了吗？醒了，我就是专程替她来谢谢您的。她没什么不舒服吧？就是身体还挺虚弱的，我正准备上山采点药给她调理调理。光吃草有什么用啊？得食补。食补？嗯，对，如果能抓一条鱼和草药一块炖成汤，对恢复元气大有好处。对呀，多谢老爹，我这就去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有我一个人照顾他就好了。那还是我来照顾比较好吧，你不是每天还要上山砍柴吗？哎，不用，那多麻烦。不麻烦，要你一个人来照顾我还不放心呢。不放心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人家还是小姑娘嘛，当然是我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呢。哦，还是杜鹃妹子想得周到。哎，本来就笨，回头给累傻了。哦，对了，回头让二哥给你送只山鸡过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有鱼就够了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走，陪你抓鱼去。走。这些果子九妹最爱吃了，留下等九妹回来吃。大姐，是不是该把九妹接回来了？我对那个医生有些不放心。我也很不放心九妹。这次九妹回来以后，得让她收收心，不能再玩了。我看要不这样吧，通知三妹，让三妹到山下去看看。好的，大姐。姑娘，你醒了。啊，我是刘海的娘。哦，大娘，您还是叫我九妹吧。啊，九妹。
大娘，这些都是些什么啊？来，你让我摸摸。哦，这个，这是糯米粉。哦，糯米粉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呢是蒿子，这两个都是做蒿子糍粑用的。哦，九妹啊，你这手真滑呀，一看就没有干过粗活，生来就是享福的手。对了，你家住哪儿啊？哦，我就住在德山后面。德山的后面是哪儿啊？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山上来玩呢？大娘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去休息一下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也很不放心九妹。大姐、三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，跟我们回去。现在吗？怎么，你还不愿意呀？我可告诉你啊，现在地灵珠已经被您盯上了，我们不能不防。而且你现在伤势已经好了很多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都怪你不好好练功，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好好闭关练功。大姐，怎么了？我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。他是谁呀？就是刘海呀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不感谢人家就走吧，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好吧，明天一早来接你。谢谢大姐。哎呀，大姐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赶紧赶路啊！听说啊，这里最近不太平，大家伙都小心点啊！哎，好嘞，好。大姐，我们直接踩，不要命，把你们值钱的东西留下，走！快点，你兜里的银子。拿出来，都给你，走。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夺百姓财物。今天就放你们一条生路，回去告诉黑风，道义有道，有心修道就不得无法无天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走吧。这个
就是你的好主意吧。哎呀，可不要忘了，善德观一帮道士十分厉害，咱们还不能去碰他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九妹啊，你呀还是坐着吧啊！我不累的。鱼头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嗯，好香啊！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不是，这个才是。这什么啊？这是我特地为你在山里采的草药，有了它，你以后进山玩的时候就不怕那些毒虫蛇蚁了。这个味道好特别啊，刘海哥，我以后会天天带着它的。好，吃饭吧。嗯，九妹啊，这鱼可新鲜了，多吃点，等你身子恢复了就可以回家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鱼不好吃啊？不是。那是伤口又疼了？也不是。是不是我们这里的饭菜太粗糙，不好下咽呢？大娘，是我姐姐明天要接我回去了。你姐姐？你姐姐什么时候来啊？大娘怎么不知道啊？哦，是我姐姐托人来告诉我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回家休息多好啊！有人伺候，这身子啊也就恢复得快。就是。您和刘海哥都这么照顾我，我觉得比我在家里还好。你这个年轻姑娘啊，住在一个小伙子家里，又有我这么一个瞎老太婆，别人呐会说闲话的。还是回去的好。是啊，以后有空就常来玩吧。真的吗？啊，吃饭吧。哎，来。刘海哥，多谢你的照顾，那我先走了。以后自己一个人上山要注意安全。这个我会天天带着的，那我先走了。九妹没事了吧？我新摘了些野果，都是九妹你爱吃的，一会儿给你尝尝。九妹，伤口还疼不疼啊？疼，一走路就疼。快告诉我，打伤你的人是不是黑风？嗯，就是他，他
他那天突然袭击我，还想抢我的灵珠呢。大姐，他都已经欺负到我们头上了，必须给他一点教训。就是啊，必须给他教训。好了好了，九妹才回来，需要休息。黑风的事情，日后再说吧。就是啊，这一次我可受苦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可对我好点儿。哼，要不是你偷跑下山，擅自离开山上，又怎么会受伤呢？就是，如果不是你偷懒，一条小破蛇和黑风，哪里奈何得了你呀？从今天起，你要刻苦练功，不许再偷懒了啊！对，练功房我都收拾好了，你要先练功再休息。估计你这几天啊都荒废了。一会儿七妹和八妹帮九妹恢复恢复。哎，大姐，姐姐们说的对，要不是你擅自下山，怎么会找此结束？好在是有惊无险，我看你啊，先回自己的房间里好好反省反省。你们几个也都散了吧。是。喂，你们几个还是我的亲姐姐们，我都受伤了，你们还不如人家母子对我好呢。哎，刘海哥。哎，杜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们家送粮食来了。哎，杜鹃，你以后别再往我们家送东西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可以上山砍柴赚钱，我可以养活我娘的。哎呀，砍柴卖柴能赚多少钱呀？你就是不停地砍也忙不过来呀。我有的是力气。我知道你有力气，我还知道你人傻，真呆。这个事儿你也都知道了。为了那个女孩，你什么都愿意做。为了救人嘛。如果要是你受伤了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要不说你人傻呢。行了，我走了。路上小心点儿。哎呀，好累呀。累？你什么都没做，你累什么累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受伤后就得多休息。你不是一直都在休息吗？哎呀，怎么，几天不见，你跟他们八个成一伙的啦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哎，你这两天在刘海家住得怎么样啊？哎，没什么好玩的。哎，你觉得那个刘海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前几次见他吧，觉得这个人傻乎乎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哎，那这次呢？这次嘛，虽然觉得这个人傻乎乎的，不过心眼还挺好的。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喜欢上那个傻小子啦？你别胡说啊！我胡九妹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傻子呢？就怕你忘不了那个傻小子。好了，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吧，走。哦，你刚才不是还很累的吗？累？我一点都不累，走吧。走。哎呀，九妹，你在这破林子里转了半天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去哪儿玩呢，这破树林有什么好玩的？我回去了。哎，你别回去啊，再等会儿嘛。我要是现在再下山，还不得被我姐姐们怪一辈子啊。我看你不是不敢下山吧，你是想在这破树林里遇见什么人吧？才不是呢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切，还狡辩。哎，许仙来了，走。
这么多的树枝他不砍，在那傻乎乎的找什么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整座山有很多人砍柴，可是呢，只有刘海砍的是枯枝和病枝。他可知道哪一根树枝是柴，哪一根呀是财。哎，不过他这个人还挺有爱心的嘛。那是当然了，很多小动物受伤，他都会给他们治伤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德山好多小动物受伤了，都会去找刘海的。真的？那是当然了，我骗你干嘛？我说他这个人看起来傻头傻脑的，不过还挺有爱心的嘛。可不是嘛，他要不是傻头傻脑的，怎么会每天都免费为善德观送柴啊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还不是为了救你。我？你受伤落下悬崖的那天，他为了救你就去善德观寻灵芝仙草。我听说他深夜冒险去善德观求一峰道长，结果被当场抓住，但是最后道长还是被他的诚心而感动，终于将灵芝仙草给他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人家？那是当然了。九妹，你可要好好报答人家才行啊。哎，好了，九妹，你看我们都出来那么久了，赶紧回去吧，要是被姐姐们发现，那我们又得遭殃了。哎呀，走吧，回去了，走吧。哎，轻点儿。夫人，知道。那外面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那么闹腾。嗨，一帮穷鬼，说什么自己家的人在耕田的时候找不着了，跑到我这儿来告状，又不给钱孝敬咱们，我哪有闲工夫伺候他们，还不如伺候你呀。哎呀，夫人呐，最近咱们县里出了这个几宗失踪案件，你看是不是这个里头有鬼啊？这里头有没有鬼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村里越乱，老爷呀越是能够浑水摸鱼，倒是给我们大捞油水创造了好机会呀。齐了，刘海哥，你带路往前走啊！
随着我来行喽。走。